英雄好汉不如畜生。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国产顶级历史权谋剧《大明王朝1566》写的是百年史，拍的是众生相，最值得推敲的便是史册里的人心。本期点赞过万，下期即日刊出。从没见过这样大的脾气，大离异长街杀上五品官员，狱中四剑，绍兴七子，诛杀清流，导言剐了严世蕃党羽，这一朝多少的惊心动魄，却从没从这位皇帝的嘴里听见这样的怒吼：反了，反了！徐阶、高拱等尚且胆战心惊，更别提资历尚浅的年轻官员。瞧着玉虚宫的房顶都快塌下来了，汗大如斗的跪在殿外，所有人都知道这滔天巨火来自一个六品小官海瑞。那份迟来的3000余字已成贺表为名，使信封包裹，真叫皇上亲启的天下第一书治安书。第二次在搬家的吉时上叫皇上方寸大乱，最可怖的这火已经不能烧止于此了。皇上在殿内突然就恢复了平静，好阴森的转头，如恶魔诱人犯罪一般：你告诉朕，谁指使的海瑞？殿外跪着的人脸色一变，如临大敌。这两个月内，先是百官跪宫门，又来大年初五贺表争端，如今的海瑞第一书叫嘉靖很难不往清流逼宫的方向考虑。海瑞是户部的主事，贺表赵贞吉亲自跑家里快递过来的，徐阶下的命令，再往上攀扯，连誉王也不能幸免。徐阶已经彻底跪不住了，有些跌撞的起身，又不敢太过张扬，暗暗摆手，按耐住唯恐遭殃的同仁们。这下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着黄锦的答话。主子的规矩，列祖列宗的规矩，东厂镇抚司归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管。眼下奴婢就当着此职，日有日报，月有月报，每天的情势，京官的情势，在奴婢那里都有呈报。奴婢蠢笨，这是奴婢的失职，是奴婢的罪过。主子您剐了奴婢，奴婢都毫无怨言，指望着主子不要因为让海瑞这样蠢直的人伤了仙体，误了乔迁。普天下的臣民都望着这一刻呀，主子。这声响字字句句都传出来，跪了满地的大臣总算从惶恐中回过神来，除开对黄公公的感激，又看出点希望来。海瑞这样上披龙鳞是不可能没有预兆的，他将家人托付于李时珍，行医千里，早无处寻踪迹，又在院中立好棺材，当的是死谏以明志。然而这样大的事情，三四天的光景却没有一丝消息传进嘉靖的耳朵里，说不是刻意为之，谁又能信呢？正如胡宗宪所言，他能震动朝廷是因为有人需要他震动朝廷。黄锦只把知情不报的罪过悉数归在了自己的蠢笨上，造成现在的皇帝震怒，再多的辩驳似乎都要显得苍白了些。现在的问题是，黄锦必然是瞒而不报的，那么誉王又是否知情呢？假设他知情，以誉王的能耐与身份，不至于也做不到逼宫，顶多是西山日暮的父皇下台，再悄无声息的纵容了一次以下犯上，损了帝王威望，与上回百官跪阶群臣不贺一样，再打压一次政治权威。好在不久的将来为誉王自己的继位夯实好基础。对黄锦而言，天家父子是一体，主子的儿子也是自己的主子，但毕竟做皇帝的就一个，吕方不在，有时候做事没个分寸，就容易在两方之间伤了另一个。正比如这一次，对皇上来说，那就是黄锦这个从来不让他担心的笨人居然吃里扒外做那些阳奉阴违的事儿了。到了这个份上，等待皇宫的一顿皮肉之苦是必不可免的了，殿外就更加惊恐了。海瑞死谏这样的事儿，徐阶自然没有受到半点风声，这会儿就跟着吃起了瓜烙，更别提亲手快递治安书的赵贞吉，这简直是一个顶黑的大锅从天而降，不知道得往他身上挂多少牵扯呢。他们正惶恐不安，皇上已经猩红着眼，整个人陷入一种癫狂的凌乱之中。朕明白了，天下的臣民等了很多年了，就等着有这么一个人出来骂朕，接着逼朕退位，上下一心，内外勾结。殿外的大臣们如丧考妣的跪趴下去，里边的黄锦砰砰磕头，唯有皇帝
像个被欺负的孩子，委屈的眼泛泪光了起来。天下臣民军将何止千万，背地里议论圣上，谩骂皇帝无德的又何止千万，可敢于实名送上一份奏书，毫无遮掩的将这万岁爷骂上一骂，唯此海瑞一人而已。当真是但求骂君醒，我自死当无悔。到此处不由得想起了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政臣直臣文死谏之事，如果诸君感兴趣，尽可留言给番外加倍。皇上的猜忌疯长，怒火如燎原，甚至失去了理智。吕方临走的时候都跟你交代什么了？叫你跟外面什么人商量了？背后的主使是谁？回皇，你告诉朕，朕赦你无罪。黄锦冒着汗，拼死力气坚定摇头。皇上只睁大了双眼，痛苦万分。旁边还有趁病要命的陈红，也跟着声声咆哮，连吕方都能被牵扯进来。这些要人命的疑问，如同利剑，招招射去了臣下的退路。天下不知陛下久矣。海瑞一封奏书，批斗了皇上几十年的作为，唯有推究于逼宫谋反，才能叫皇上心中稍得宽慰。他坚信这是上下一心，内外勾结，是一场有预谋的逼宫，是要逼他退位。这一问责的是吕方内阁，从朝政公骨继续下去，誉王也只能再起列。眼看便是一场祸及大明根本的政潮，眼看大祸将起，几位大人也有起来之势，甚至有了拼死一剑的勇气。作为百官之首，许晋已经做好了身先士卒的准备，正在埋身入刀剑的时候，赵贞吉突然纵身前冲，出乎所有人意料，许晋猛地喊住学生：“猛静！”许晋一时被震撼，只身望向他。赵贞吉对着恩师突然一个深躬，局面已经恶化成这个样子，他跪伏在地，便只有一条无以明说的死路吧。此时站出与帝王赌上一赌，求的便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赌盘大小也再犹疑不得。他就那么转身，毅然地踏进殿门，启奏皇上。徐阶等人再度俯身跪了下去，赵贞吉撩开袍服跪在了精舍门口。神坛上的嘉靖帝冷笑连连，总算是有人出来认账了。赵贞吉跪了进来，嘉靖等了半天的逼宫后续，怎么也没想到竟是这个赵贞吉出来。本以为接下来的大概率就是一场幕后揭发，再不济也是一顿脱罪之言。赵贞吉却将头抬起，出乎意料的请求：“斗胆祈求陛下，将海瑞写的那个贺表先让臣看看。”嘉靖书帝换了眼神，说不清其间多少的郭疑与猜忌。赵贞吉从没让帝王用这样的眼神审视过，这会儿更是如芒在背，使尽力气定了定心神，咬了牙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嘉靖倒有些意外，冰冷着嗓音：“你只想说这个海瑞写的这个东西你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是吧？”连吕方都怀疑上了，皇上是意料之中的不信，赵贞吉倒是发自内心的想看看海瑞到底写了什么样的玩意儿。他只好愈加坚定诚恳，告诉皇上他确实不知道，又是真的想看。皇上嘴角一挑，这就欢快地笑开了，却闷声回荡在整个殿门，叫人听得胆寒。看见了吧，一个比一个厉害。先是把自己洗刷干净了，再来跟朕斗法。赵贞吉，你岂不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认定了赵贞吉是前来斗法，几乎不给人反驳的机会，连珠炮一样质问。海瑞本人出自户部，这是赵贞吉的部下，信封包装的贺表则是赵贞吉亲自送来的。皇上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追究的线头。是谁让你去拿的？赵贞吉被这一问怔住了，一时不知该作何答。让他去拿贺表的这是外面跪着的老恩师徐阶。皇上已经不再逼问黄锦幕后主使，仿佛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对着赵贞吉这样追究下去，仿佛又要遵循老传统，让徐阁老身背所有大锅，将事情了结在此。徐阶跪在殿外，心如擂鼓，跟等着判决书一样。赵贞吉目光闪烁，再三斟酌，终于开了口：“是徐阁老叫臣去催拿贺表的，就是在大殿之外当着众人叫臣去拿贺表的。”许阶叫赵贞吉亲自去海瑞家，这事是当众发生的，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只是这名字非要从赵贞吉嘴里说出来，偏偏要在许阶正在外听着的时候。这大概就是嘉靖的刻意了，但对赵贞吉尽量宅干净的言论十分不满，挑眉看向陈红，好一阵冷笑。好一张利嘴，现在还说是贺表。
陈红格外懂得抓住机会，迅速接上，声色俱厉：赵振基，你是英雄是好汉就敢做敢认，你属下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都知道把棺材备好了，你这个当贪官的反而连他也不如。赵振基瞪了眼陈红，又扭头看回了陛下，连一点出言的欲望也没有。这样一个人，这样低下的针锋相对，他连甩个眼角都像是给了脸。皇上却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非要揪着赵贞吉，语带调侃：你被陈红问住了。这是刚才斗法没斗爽，非要当面看别人再斗上一斗了。赵贞吉猛地抬头，回得异常凶猛：回奏圣上，臣不是被陈公公问住，而是臣不屑回答陈公公这样大逆不道之言。陈红毕竟还道了声英雄好汉，赵大人却回了句大逆不道，陈红牙都快咬碎了。主子，海瑞就是这个赵贞吉指使的，至于赵贞吉背后是谁，主子将他交给奴婢，奴婢有办法叫他开口。镇抚司叫人开口的办法还用想吗？简直是招招没有生路，这些身量尊贵的理学之臣非得去掉半条命不可。赵贞吉双手死死地撑在地上，颤得发抖，却僵硬着不再屈身。外殿的大臣们也跟着心悬在了半空，只要皇上点个头，今天就要兴起大狱了。越是这个时候，皇上就愈发阴沉，也不接陈红的话茬，也不看地上跪着的赵贞吉。你就不想听他如何说你是大逆不道吗？论起识文断字，这些理学之臣是专业的，赵贞吉不只要救自己脱离陈红的恶口，还要尽一切努力向陛下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臣的属下，他欺君等同于臣欺君，此臣罪一。海瑞写的这个东西是臣亲自拿来呈奏给圣上的，呈奏者与书写者同罪，此臣罪二。海瑞呈奏上来的是何等狂悖犯上之言，臣知与不知，有此二罪已难逃其咎。海瑞既然备下了棺材愿意扶诛，臣无非也备下一口棺材扶诛罢了。陈公公问臣是不是英雄好汉，臣这就回陈公公的话：海瑞狂悖犯上，陈公公何以称他为英雄好汉？海瑞既不是英雄好汉，陈公公何以把臣也叫做英雄好汉？陈公公这话本就是大逆不道之言，臣恳请皇上命陈公公收回此言，臣方可有下言陈奏。赵贞吉不能否定他是呈递奏书者，但作为不知情者，他一定将海瑞的言行定性为罪，是绝不赞同且认同的。从浙江开始，海刚峰就像赵贞吉命运上的一道坎儿，迈不过去，打不死，深受其苦。小小一个海瑞是后世眼中的贤，陈红等人眼中的乱臣贼子，到了誉王等人眼里，恐怕海瑞就称得上是大明朝最后的良心了。至于嘉靖眼中呢，那又另当别论了。当然赵贞吉难得有长篇大论的机会，也不是要讨论一千人眼中不同的海瑞，主要还是要来个话茬给陈红强行闭麦一会儿。毕竟他还想有下言陈奏，陈公公老是在旁边犹如猎犬狂笑赌话，还要给人上刑，这可不行。赵大人果然是伶牙俐齿，不但揪着陈红随口的英雄好汉不放，还要叫他是大逆不道。陈红总算感受到何为祸发齿牙，实在牙疼得紧，饶是黄锦也不由得抬头看着皇上，眼神发亮，有些激动。嘉靖书弟把头转了过来：佩服了，这会儿心里一定是在想，这才是英雄好汉是吧？皇上瞧着却更加生气了，居然叫过陈红，主动把海瑞称作英雄好汉，将赵贞吉也叫英雄好汉，似乎连陈红都一并夸上了。皇上咬碎了牙，把这英雄好汉叫得跟骂人似的：极对极对极对。赵贞吉却慢慢出现一份绝望来，听这话音，皇上又把他跟海瑞划进一个圈里。果然皇上紧跟着愈发癫狂，似乎一股热血嗖的上头来：朕这一生就喜欢英雄好汉，包括你的什么恩师，什么靠山，什么通党，什么是英雄好汉都站出来，朕都喜欢。徐阶险些吓晕过去，皇上这路越走越深，这发言可太诛心了。跪在里面的赵贞吉身上担负的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身家性命，殿外大部分人的生死全部都跟着命悬一线起来。徐阁老神情都有些恍惚了，
赵贞吉有些飘渺而清晰的声音才透着殿门传出来：“臣不是英雄好汉，臣也没有同党，臣是嘉靖21年的进士，是天子的门生。要说恩师，陛下就是臣的恩师。嘉靖24年，臣从翰林院出任检点，后升侍读，升巡抚，升户部尚书，一直到2个月前升列台阁，每一步都是皇上的拔擢。要说靠山，陛下就是臣的靠山。要说同党，臣也只能是陛下的臣党。君不密则失臣，陛下恃才所言，非君论臣之道，臣恳请陛下收回。君不密则失臣，这是胡宗宪讲过的，今天又从赵贞吉的嘴里再次听到，情形却大大不同。那次胡宗宪拒绝入阁，坚决不背叛严嵩老恩师，以这句话劝嘉靖打消念头，而今的赵贞吉却是一则新的投名状。他既然以天子门生自居，便是要彻彻底底地摆脱誉王，投身嘉靖。出则拜师徐阶，一直在清流一派，常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严党倒，入内阁，海瑞出书，他得了机会表白皇上，甘为帝王臣党，一朝踏出再无回头之路。从此之后，那声师相怕也再不会叫了，大殿所有人跪了下去。嘉靖突然眼现出一片茫然，怎至于就走到了这一步？他终于彻底清醒过来，治安书再往下查，还要抓谁呢？难道要惩治内阁，问罪誉王吗？真的要动了国之根本吗？他可不是太祖朱元璋，大明更经不起折腾了。可事情已经闹成了这个样子，家也没搬成，殿里殿外哭哭啼啼义愤填膺的，早跪倒了一大片，他该怎么收场？除开被愤怒等多种情绪冲击的状况，嘉靖恢复了理智，状况比上回浙江上书可麻烦得多。这个海瑞当真是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陈洪尚在针锋相对，声声句句喊着要彻查，赵贞吉还挂着泪珠，是一副生死于度外的决然。嘉靖像是被一阵纠结扰乱了，突然就咆哮起来：“朕谁的话也不听！你刚才不是说是朕的门生吗？是朕的臣党吗？是与不是，朕现在不会认，也不会逢你。朕就认你是个英雄好汉。这句话朕也绝不会收回。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看起来是要对赵贞吉来一场附加考试了，就从查海瑞开始。谁也摸不准皇上的心思，这厢还在兀自喃喃：“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让英雄去查英雄，让好汉去查好汉。”皇上这会儿看上去还有几分理智，挨个念叨调查小组成立，叫陈洪、赵贞吉拼上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三司会审，再从东厂、镇抚司出人陪审。到如此，调查小组七人被集。可紧跟着，皇上居然叫了朝天玄都二冠政治审问，往调查小组里放了道爷们，这不闹着玩呢吗？陈洪眼皮一跳，在那儿等了半天也没听见下文，差点跟着神情恍惚了。启奏，启奏主子，奴婢该从谁查起啊？先抓哪些人呢？皇上叫这句话问住了，却又更加痴狂。赵贞吉眼巴巴盯着，差点以为瞧见了杨金水再来。皇上突然看向黄锦，失声大叫：“李芳，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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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主子，啊、主子！”这一阵兵荒马乱，黄锦早就呲拉着嗓子开骂陈洪。外面听声不对的徐阶等人连忙相互搀扶着一路小跑，有些迫不及待地冲进内殿，总算的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了。又是齐刷刷一行跪倒，赵贞吉已经默默退了几步，跪到了一条战线。皇上有些恢复了神智，与方才的癫狂糊涂是判若两人的冰冷。他又叫了陈洪：“先把朕身后这个吃里扒外的奴婢抓了。”海瑞上书这件事儿，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倘若黄锦知情早报，那么海瑞遣散家人，院里放棺材，都会引起皇上的忌惮。知道他是要作妖了，那份贺表也就根本不会打开，或者有了心理准备，也不至于反应过度。皇上完全可以像浙江海瑞一审一样，假装没看到，一烧几天，谁能知道？也就顺利搬家了。可是让黄锦这回偏偏就蛮死死的，硬生生叫皇帝受了这份骂。
黄锦当然不是锦衣卫那样钢筋铁骨，落到陈红的手里还有的苦吃呢，伤不了性命，也算是给黄锦一个惩戒。不谈黄公公的保全问题，这一回皇上身边最大的芳草是除去了，既然没有任何逼宫后续，那治安书再辛辣刺耳也只是一份书，夏静也没有什么精神了，叫徐阶等人回内阁直房去，其名曰后查。赵祯吉本打算跟着溜边，却被一声喝回：站住，做了一回英雄好汉，你也想走？不但走不了了，接下来还要听陈红差遣了。听陈红的吧，拿着那个畜生写的这本东西，该查谁，该抓谁，该审谁，怎样审，你心里明白？陈公公抄起治安书就要跑，临到门口不忘调侃一把赵大人：英雄好汉，跟我走吧。这四个字在他们主仆嘴里过了几遍，倒成了骂人的话了。天下第一玉，提神海瑞，别忘了三连催更。红旗之下，向阳而生。我是焦岩，咱们下期再见。